我们要与你分享的呢是济州岛的雪绿茶抹茶的系列的东西哦。济州岛的雪绿茶博物馆呢，出了非常多相关的产品，它有一片超大的茶园哦，然后它也跟美妆产品有做合作。然后我这次去釜山大邱庆州玩呢，哎，也在百货公司看到这个专柜，就买了一些它的相关产品回来。我们现在就来分享一下吧。这个呢是抹茶薄片夹心饼，类似饼干的样子，我们打开来看看吧。哦，它包装很精致哎。其实这个啊很适合拿来当伴手礼，它还帮你包装好一片一片的，我们打开吃吃看好不好？哇，好香哦！打开了，吃一口看看，好吃吗？听说它的那个抹茶味道都是很浓郁的哟，小朋友吃了觉得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好吃，味道好香哦，我坐在这边都闻得到。来试试看一个抹茶薄片夹心饼，打开，它是两片夹在一起的哦，然后中间有抹酱，好吃试试看，嗯，吃起来有法兰酥的感觉，但它浓郁的酱真的。味道很好，如果现场还有一杯茶就更棒了。就是这种夹心饼最适合再配一个小饮料这样，真的蛮好吃，蛮推荐的。接下来我们要打开的这个呢叫做绿茶白松露巧克力，哦，是松露吗？我们打开来看看。这包装也太有质感了吧！天哪，好可爱的抹茶松露巧克力哦！你要吃白色的是吗？哇塞，你手上那个还没吃完呢，迫不及待想试吃了，对不对？要拿哪一个？吃吧。要我们的这个。啊，我帮你拿。哇，真的好香哦！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介绍的是，其实这个是。大部分的人去都会选择买的这一罐超浓郁抹茶酱，抹在吐司上就超好吃哦。那接下来就让爸爸来帮我们试吃吧。我这边准备了吐司，然后有我的抹茶酱，那我现在来抹一片试试看。吐司，然后我的抹茶酱居然还没开，等一下。帮我拿一下好了，谢谢。哇，打开就有一股浓浓的那个抹茶的味道哦。这抹茶酱，好，我现在抹一点到我们的吐司上面。看这浓郁的绿色。喜欢吃抹茶酱的人，真的很建议买一瓶来试试看哦。吃饱，等一下试试看，直接吃。浓浓的抹茶，这绝对是超级天然的抹茶颜色哦。我要跟大家跟芝宝分享，所以我先撕一小块给他。来，这块给你。来，好。嗯，这抹茶酱的味道很浓郁啊。好，你吃一个，你再吃一个。好吃，对不对？茶酱的人啊，都可以早上的时候买个早餐，或者是说自己准备吐司、面包，然后把这抹茶酱抹上去哦，这味道就很好了。再吃一口，
吃饱有这么好吃的、喔？你喜欢是不是？好吃吗，大家？那我们今天介绍的雪绿茶抹茶系列的产品就到这边了。